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醉影，现在听我们的拳皇九八 C 联机版的推荐解说。现在一批在这个七家社二批，龙二，疯狂的龙二，看两个硬汉之间的对决。七家社是满身的肌肉啊，龙二上去就是再次来一个皮鞭，甩皮鞭，但是七家社压制特别疯狂啊，直接来个指令头追地，以后反而被龙二的大招打到啊，这手速有点慢了啊。龙二再次追地，追地再摔，再轰一下，又甩皮鞭，再追起来炸一下，继续追地，追地上连招，一脚踢死。这个七家社也是没有发挥出来他指令头的这个威力啊。现在继续来到下一场，看着龙二再次疯狂的连起，直接轰一下，再来大招抓起，疯狂的踩起来，这一套五十三连啊，还在追，再来大招按到板边，再抓，继续抓啊，七十连了已经，这龙二这要疯狂了，一个九十三连，把龙二快笑死了要。现在继续第三场，看板崎良，这二 P 的死是下狠手的招数特别多，又来了，这次又把板崎良挤在了板边，也要一套带走吗？但是没有啊，反而被板崎良抓到，现在又被龙二抓到，上了大招。板崎良强反，再抓一下，上大招，板崎良按倒在地上，继续抓，一只手都能打这么狠，让了板崎良一只手啊，龙二直接又轰死。